被游戏规则渐渐弄脏的手，不受秩序淘汰的小朋友，还不懂，还分不清楚这算是成熟还是成熟，从什么时候归类出小时候，可能是等我们都能看透都弄懂，面对无能为力，你会逃走还是带走？在好或坏之前，在黑或白之前，谁敢往前？Yeah.